新環境，冇錯，新方式，你哋冇睇即係冇睇錯地方嘅。今次新主持，你好，我叫 Douglas， 通常人哋都叫我 DMS 嘅。大家好，新主持，你好，佢係阿嘉，都係新主持，脱胎換骨嘅阿嘉。你好，我係 Brian， 都係脱胎換骨睇咗 show 嘅 Brian。係。咁我哋今日玩具 TV 第八季第四集啊，第三集第一節。咁啊，今次都冇乜特別主題㗎啦。一開波其實本身我哋見到頭先掃完一大輪玩具啦，都會講嘅。不過其實而家都會轉少少 format， 可能都會係用一個叫清談方式咯。係啦，咁留意喎，就會呢一節會好長嘅喎，可能粒幾兩粒鐘，因為咁啊德哥要求唔係講少啫，即係粒幾兩鐘我可以吹水，即係講下今晚嘅題目係。大阪嘅係叫傾下偈啦，老實我其實初一見到話講即係日本地方玩具，你揾個方向白痴嚟講冇嘢好講。你去咗啦嘛，但係你點？去咗我完全噏唔翻個位置喺邊㗎啦嘛。anyway 點都好啦，咁啊而家呢啲時節咧去日本玩日本或者買玩具咧都 OK 嘅。咁啊啱啱過咗去就有個雲展啦，咁啊。呢啲搞死人啦，咁啊，亦都好坦白講只，好難買，攞嚟睇下有嗱，咁同呢個講講大家，因為我哋中途會有啲 unbox 嘅一路都，即係話我哋節目係唔會停，咁咧，但係中途我哋會分開一節節咁樣做 unbox， 有啲似以前歡樂今宵咁咧，除咗講到 break 之外咧，我哋就會咧就會繼續啲節目嘅。即係其實我哋由呢個單元劇變咗做電影啦，而家係啊，冇錯，即係綜合性節目啦，係我哋又會賣下廣告啦，中途又可以多謝維他啦，多謝可樂啦，又好似得你走一錯，你做呢張台係有呢個斷角就完成件事完㗎啦。咁啊，去日本呢個收穫其中一個收穫。絕對不是，因為你如果真的要在，因為我去大阪，咁呢個東京嘅出入完 DX 嗰度，咁啊搞雲展啦，雲展今次都幾，即其實每年都腥風學，即係風聲鶴唳嘅啦。即係你今年比較難揾嘅玩具啦，最主要就兩隻，一隻就 Strike Freedom 啦 ，MB 啦，另一隻就呢只。簡單啦，已經。唉，錢咯，都係嗰句。我就係好似幫 Bandai 打工咁，我幫佢做咗三個鐘頭嘢，但係冇錢收。幾好一次喎，同兩間大公司。做唔做先？五鐘。啊，五鐘啊！我撳咗三個幾鐘啊！我一路我夠係啦，點解我一路喺高大同浩聚嗰度喺度追啊？主席個 pose 喺度睇下，阿主席撳到未？主席撳到未？係，見到攬炒嘅。因為我知道主席通常撳唔到咧，佢就會 send email。所以我喺度等，主席如果撳唔到，咁我都撳唔到，咁主席發聲，咁我哋就仲可以一炮過咁樣又可以咁啊都發聲。不久後都聽到好消息，就係有人話有機會即係籌備緊開第二次。我本身就 cap 咗嗰一個 reply 出嚟，咁啊當然啦，佢P Bandai 我都叫官方嘅，但係係咪真係當一個真正嘅發放消息渠道咧？我覺得就。應該嘅，咁所以變咗，即係佢就話會有機會有第二水、第三水，聽住先咯。咁但係圖我 cap 咗啦，咁啊人啊你哋講嘅，咁啊我希望唔會再拎翻嗰張相出嚟，又再講其他嘢咯。但其實雲展限會賣第二次係好奇怪，因為你都叫做雲展限定，即係其實你應該有個數噶嘛。如果我再收第二次，咁嗰樣嘢咪其實已經唔係雲展限，但係唔緊要，你請你開，請你開，我未買到，請你開，請你開。唔係玩具嘅，其實我真係幾唔想話，即係中意玩嗰啲人，反而要用我炒價去買你想買嘅嘢。係啊，但係即係其實開心咯。玩 Bandai 就好多時都係就係呢個問題咯，即係你 Metal Bill 基本上而家係你冇乜辦法買到，即係逢親雲限 Metal Bill 你係買。唔好講雲限，你連未出嘅你都買唔到，呢啲通販都買唔到啊！即係講多少少故事啦，即係我其實即係有幸地，琴晚喺HLJ 就撳咗隻 Metal Bill 嘅 Alpha 初號機，跟住就收到個 email， 誒唔好意思，其實我哋當晚嘅 server 有問題，我哋接多咗單，你嘅單咪 cancel。嗰剎那，我除咗粗口之外，我冇嘢想表達。我今天仲得哥點解揾唔到條 link 嘅？就係、是、原因就係咁樣。你真係好嬲，呢因為類似嗰次撳 Strike Freedom 嗰啲人俾去到俾錢嗰頁俾唔到錢，係啊，定係過咗數係買嗰位啊？你竟然入到去啊！我佢會幫自己登入都登入唔到添啊！我登入我嗰晚登入超過200次都冇辦法入到。我已經入咗，佢琴日攬俾錢，但係佢幫我 lock out。
落歐咗之後，所以完全再由頭嚟過。同埋以前咧，其實舊 PB 網咧，佢係入咗去個琴日攬車俾你噶嘛，佢係有120分鐘噶嘛，好似話。所以有時咧，你會夜晚無啦凌晨咧，你就會撳到一隻半隻嘅。其實咁樣咪幾好咯。而家我撳咗購物車，我永遠都登入唔到嘅。即係其實你玩咗慢啫。佢其實而家。當然多一句，即係如果有啲 IT 嘅朋友都可以即係幫手即係研究一下，我唔知道我講得啱唔啱。佢而家用咗客嗰個 cash 去做個儲存，某程度上就幫輕咗佢 P band 嗰個 server 個 loading。但係購物車嘅功能係冇㗎。如果你用咗客嗰個 cash 去幫佢做個 memory storage 嗰樣，咁所以變咗你唔好以為擺落購物車你冇事。I'm so sorry， 你都係冇，你都會俾人勾翻出嚟。係，就係咁。小心你講。好啊，咁啊，其實高興一陣講啦，咁啊都係秩序咧，因為大家講咗去投訴科院啦。係啊，唔係，其實因為你時即係呢啲最 update 大家心入邊九 up 咧，就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 topic 嚟嘅，即係唔一定話 ban in 落去，即係見到咩 DMS 大版咩吹水算把啦，高興咪吹下咯。同期 sorry， 其實我見好恐怖啊。不如佢都係瞓低啦，啱。誒，其實同期即係同一樣嘢啦，例如 Hot Toys 佢今次開地呢個嘅時候啊，喂，你完全係你完全係兩個享受嚟嘅，點解咧？喂，你佢嗰個網嗱喺佢嗰個網度咧，我係冇話咩登入唔到、撳唔到嘅事情發生啦，而且即係你嗱好簡單啊，你買都買唔到，你一次過話俾我聽，咁你四分鐘完，即係12:04完咗，咁我 OK， 咁我知道我唔使再撳啦，亦都唔使再期待啦，我唔使同你打3個鐘頭工啦。即係你會發現到嗰樣嘢係唔同享受，即係嗱，我早兩日先捱完呢個 strap in， 跟住到訂呢只嘅時候係完全係兩樣嘢嚟。有一樣嘢真係要讚一讚，即係其實上次 Hot Toys 喺會場搞個安排咧，我係幾不滿。不過今次。禁制呢單嘢咧，同埋你分翻流單雙數唔同卡，你唔會一次過堆一扎人，同埋你又唔會喺個又濕又焗又臭嘅後面喺度企，爭好遠。同埋你禁嗰陣時，大佬嗰句7分鐘收皮㗎啦，好坦白講，成件事7分鐘完咗，但係我淨係需要留意嗰7分鐘啫，哦，全部爆曬啦，你滾咪滾咗7分鐘咯，我唔使個3-4個鐘頭不停 F5， 跟住又擺落去購物車，喂，以為掂啦，找數。泵翻我出嚟，哇！你老闆，你不斷咁喺呢個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係咁輪迴啊！但最後係失望，我最慘係啦，冇錯，就有人喺你面前車你幾巴，一路俾你食糖一路車你，跟住之後掉住粒糖你，咩掟你落街咁樣樣咧？你明唔明啊？嗰個心態真係好難。不過即係澄清翻，其實兩位想講咧，就因為談首先嗰個購物過程啦，但係一方面係讚緊可待。尋日咧，我哋訪問阿 Howard 嗰陣咧。其實喺度話陳老總有啲驚㗎，你講呢單嘢。大佬，我哋唔化㗎嘛，喪㗎嘛，所以我都加多句，我唔係，我話得個贊緊你嗰、那個呢次嗰個安排。所以真係 OK， 即係你冇你人有時即係 relatively 分咗段又叫做每一次個追得咁辛苦，你抽隻嘢得咪得，唔得咪算咯。咁我唔得我咪褪後，起碼我都係受個7分鐘啫，都係嗰句咁。件事咪 OK 咯，即係我起碼我心入邊有，我係撳唔到啊，我係撳唔到，我撳到冇撳到冇計啊，咁但係唔使我同你，哇 F5， 喂電擺喺救護車，喂去 PayPal， 你老闆有冇登出嘅喂？係啊，哇跟住就喪爆啊真係，電腦都拍爛，咁啊希望嗰啲即係有關佢哋講緊啲公司就即係聽，希望聽到聲音啦，再進步啦，咁又改善下，唔係改善，唔好話改善咧，改良下嗰件事，可能係啲 fans 呢方面嘅反應。其實可以真係參考一下 Hot Toys 嘅做法，你撳到咪即刻撳到咯。其實就算佢算，即係你就算可以日雲咁抽選我都 OK 㗎，即係起碼我嗰樣嘢我做咗，咁然後我等啫嘛。咁但係我唔係不停咁做同一樣嘢，即係我寧願佢抽選。係啊，即係反正同抽選都冇分別。都可以 sell 少少，我諗一諗啊。如果好似早排都參加過 Bandar 嗰個比賽咧，嗰萬字係嘛？係嗰段稿我都未抌出嚟，我攞少少即係影少少靚相。我拉尾你係落選係嘛？梗係落選啦。哦，咁你就快啲 po 出嚟啊！所以快啲 po 出嚟啊，大佬。點解落選啊？知唔知？睇埋內文先啦。我好想睇。我好白嘅大佬。啲係點啊 ？OK 嘅。喂，暫停一陣先。呢度到底邊度嚟嘅？頭先都冇介紹啊。哦，係喎，唔記得咗嗱。咁我哋有 tag 咗嘅 hashtag 咗。其實呢個 artisan hub 係咩嚟嘅咧？即係我形容咧藝術家嘅 hub 即係咩 ？hub 係 hub 一個箱子一個地方。係啦，好多時都用啲。我記得有餐廳都係叫呢個名。不過呢度唔係餐廳，呢度係一個喺新蒲崗一條街6號街9號一個工廈活化咗嘅。
咁你可以阿導演哥哥又幫我哋阿的哥幫我影影少少環境，可能黑少少，黑少少，但係其實好靚嘅，即係好紅噶，好啱我哋，唔係啱我哋，即係好啱我哋啲顏色咁啦，啲紅色都喺而家，係啦，好靚仔喎，呢個通天幾層咁通上去嘅喎，咁你入頭嚟就仲靚。其實好中意佢條樓梯。其實有一節我哋可以坐喺條樓梯去做。我諗過㗎，其實設計師係最覺得最喜歡呢個，因為一路坐可以去接，可以去樓梯度。但係打燈打燈難搞喎。要重新打過係難啲，可能要停一停係啦。多唔知啦，今日我今日就應該唔會啦。下次先啦，下次先。下次咧，我哋一粒個咁，有排 explore 係保 lift 都正㗎，我又會搭 lift。機其實我哋本身要我卡睇緊喎，喺日本。O K 喎，即係本身我哋冇乜特別主題咧，咁我都真係可以楞翻少少，即係去日本啊，去大阪要講下啦。咁啊，當然其實你話大阪主力，當然咧，我諗好多達人嗰啲，我費事又即係班門弄斧啊，但係即係少少分享下點樣行。會舒服啲啦。我點解而家有百幾萬？點樣行就係跟住你嘅導遊行。唔係我老婆去咗 shopping 啊，唔會理我。你真係自己行啊？係啊，我好成功咁樣揾到電器街，好成功咁樣去入咗電電城，好成功咁樣去到呢一個即係黑門市場附近，即係特別係呢一個日本橋跟商店街。有冇用嗰啲 Google 嗰啲輔助你啊？我睇咗冇用，我調翻轉方向行嘅，次次都。講多少少先啦。咁其實如果真係話行，淨係針對大阪，淨係針對 Downtown 咧，咁啊，其實叫做兩個方向啦。你高興嘅就可以喺翻日本橋站行翻過去，咁啊呢個 option one， 咁啊方便翻你可能即係一家大細啊，咁你喺日本橋即係睇完即係影完 Goodico 咁樣咁啊曬過去嘅。咁啊另外一個我自己個行法就喺蘭波嗰邊出。就行翻去日本橋嗰邊嘅，咁兩個方面都得。咦，聽我咁講，係文係路喎，又唔似係完全係冇方向感喎、啊、你。咁呢啲唉做功課嘅啫，冇辦法。咁啊，揾到啲咩咧？係啦，都可以望一望先咯。佢女朋友，如果真係有個女朋友啊，女朋友正，真心正。嗱、其實我之前都有 post 過 Facebook 一啲。因為我諗，如果即係話點樣行咧，其實都係嘥。你其實一出咗去地鐵站，沿住條乜通，係啊，即係行啦，係啦，咁已經順曬㗎啦。你老友搞你爆咗我出嚟。你老友話你路痴。咁啊，或者即係其實我諗影翻呢度少少啊，咁啊，我係你碌啲正常嘅相出嚟啊。係喎，即係日本橋本身其實就比較多 shop 嘅，咁啊有啲賣卡啊，有啲。真係話買 figure 咁，其實都唔少嘅。咁啊，沿住兩邊路都好多嘅。我 set 翻 OK 得係。咁啊，呢一度其實本身講多少少啦。其實而家影緊呢一度咧，就係近翻 Animate。咁啊，入邊嗰度有一條街，咁啊兩邊都好多商鋪嘅。咁其實呢啲我想講，你唔使嘥時間入去噶啦，你望一望個鋪頭得噶啦。咁啊如果話要買cosplay 衫嘅，咁亦都可以去翻呢度附近，係啦，咁啊有一間亦都非常之方便嘅。咁啊，另外會有一啲扭蛋機鋪啊、夾機啊嗰啲，都係唔使嘥時間嘅。咁我主力反而都係嗰句啦。其實你話任何人都咁講噶啦，你即係話推介行大阪咧，你最重要反而係行壽屋啦，因為佢本身其實入邊有。即係你睇模型之餘，你可以睇翻好多唔同高手咧，即係 show 翻佢哋嗰啲玩具，即係唔係 show 翻嗰啲模型嗰啲，即係製作技巧啊，都非常之有參考價值嘅。咁啊，二手鋪啦，同埋買卡嘅，咁都係冇乜特別㗎。咁啊，如果中意玩卡嘅，其實即係去到大阪都幾會好多時間可以抌喺即係揀卡嗰度，因為真係。即係你多到你唔信嘅真係，咁啊呢條就係行入去 Anime 嗰條走廊啦。咁佢嗰條橫街就超多啲同動漫商即係有關嘅鋪頭都喺曬嗰度嘅。Yeah， 張家俊話佢都係秋葉。我係秋葉啊，玩開心啲啦。咁點都好啦，有幾間都唔可以都算啦，有幾間我覺得幾值得推介嘅咧。咁啊～Kissland， 如果你話睇新嘢，其實就都可以一去。但係反而其實呢啲大鋪頭咧，你真係話想尋寶嘅話咧，都真係
可以不需要入去。當然如果你話買啲零件啊，或者係一啲入即係模型嘅工具啊，咁啊都好值得行嘅。咁啊永貞豪嗰間啦，咁啊專有跟抌嘅產品都可以喺翻呢一度揾翻嘅。咁啊，譬如話一啲單車啊，一啲飾物啊、衫啊。模型啊，固然之係啦，咁啊都可以喺翻跟林呢度揾啦。咁啊 ，Kissland 特字未爆啊，我哋未買到啊。林文有冇特字啊？啊，我問阿水哥借嚟開。好啊。Works 呢個我自己幾中意行，因為始終入邊真係比較多五星物語嘅模型咧。咁自己搞唔掂，望下都開心嘅。咁同埋本身其實而家 Works 佢個地下咧都變咗格仔鋪噶啦。咁變咗你有時真係話。突然之間你好彩嘅尋寶嘅可以有機會去翻呢一啲格仔寶鋪揾到你想要嘅嘢，但係其實我個人就唔係好中意格仔鋪。你揾得辛苦啊嘛，咁但係你真係突然之間無啦啦有一副半副啲即係超級限定咧，你真係喺嗰度揾翻嚟。同埋有時嗰啲中古好平啊，格仔鋪。係。我執過幾次嗰啲好平。呢個你唔去大阪買玩具唔去 Jungle， 你真係不如唔好去。呢個係一定要入去嘅。我諗我大部分喺。日本搜羅的限定品呢，我想我很多都是在 Jungle 那裡買回來的，都是那句啦，你去得日本，你去得買玩具，你一定不是買香港買到的東西，可以幫到你。另外，這個可以拍個人了，終於都。好啊。Mandaraki 現在在這個梅田那個商店街裡面有兩間 Mandaraki 的，因為其實之前都不知道。咁嗰次就啱啱好同老婆逛街撞到，咁啊有一間就專門買動漫產品，另外一個就會好似平時我哋買一啲二手嘅模型同埋玩具。咁我都幾多嘢喺嗰間 Mandaraki 買翻嚟嘅。咁啊，譬如話模型比賽限定嘅格魯哥咯，呢個係第十二屆，即係嗰陣時都未有 GWBC。咁嗰盒都係我老婆幫我掹翻出嚟嘅，啊真係好嘢！咁另外又有好多即係比較少有嘅嘢啦，譬如話即係頭先講嘅 GWBC 嘅黑盒嘅即係優勝品限定啊，等等等等等。咁希望如果你真係有機會過去嘅，咁啊都可以撈一撈間 Mandaraki。咁所以你問我推介咧，最重要就係 Mandaraki 同埋 Jungle， 純粹係買限定啊嚇。咁如果你話想買平嘢嘅，喺日本買平玩具嘅 ，sorry， 你喺翻香港買，唔好嘥自己時間。呢樣嘢其實真係要好清晰。世界都係香港最平，你上海、北京都貴過香港。係，冇錯。喂，好多 friend 問你咧，佢話多唔多一比六？東京有冇 Jungle？ 東京有，梗係有啦。出入園都有一間 Jungle。多唔多一比六？一比六其實香港一定比日本多，同埋日本一定比香港貴。咁變咗要揾嘅，如果你話拉打就例外咯，拉打其實都 Medicom 都好齊，咁但係價錢。都幾乸力，咁所以都有句你喺香港買一比六 OK， 你話限定嘅你呢盒咯，睇下有冇咯，咪香港買算罷啦。其實我諗去到嗰邊就淨係買啲真係買唔到嘅嘢，因為有嘅一定係香港平，即係有冇咗税，買完之後佢本身運費，即係你知大部分玩具都係國內做㗎啦，咁佢出去日本又要打税，跟住之後日本買又打税，即係所以其實香港最平，翻嚟咩都唔使税，最平又最快。除非真係嗰個版本啱啱係跳樓嘅啫，佢唔係好少會遇到平過香港。同埋啲大大盒你拎都唔過癮啦。我其實十幾年前去入東京都係咁㗎啦，都係已經有現象係揾，即係其實有啲失望嘅，即係唔係話係講買嘢嗰方面，睇嘅就唔失望，但係買嘢就基本上冇乜筍嘢可以達到，係咪？你今次攞到買到幾多？咁計過。買了幾多啊？我唔講錢喎，買玩具係都唔係，亦都好坦白講，我要揾嘅嘢我係揾唔到嘅，我係想揾翻 GWBC 黑盒嘅2014、2017同2018三盒，我冇一盒揾到。咁但係我就唔知點解揾到一盒十二屆模型比賽嘅格魯哥鑽飾嘅優勝品啊！嗰、那個仲罕有啊！你真係估唔到，所以呢啲反而我。真係運氣，真係運氣。仲有我老婆，喂，嗰盒完全白色，冇字冇姓，會唔會好嘢嚟㗎？一掹掹出嚟，見到，咦？點解黐住 HGUC 格魯哥嗰張說明書嘅？再一睇，第十四屆優秀，嘟嘟嘟，咁已經就知好嘢啦。嗰盒嘢都成2000多蚊港幣。咁買，但係買第一時間買，諗都唔使諗。但係去日本，如果係真係記得要退税。
通常咧就過5000 yen 咧就可以退税嘅。係啦，咁啊，大部分嘅玩具店，而大部分也都會有退税嘅。咁所以變咗你一個5000 yen咧就記緊拎個 passport 出嚟。你2000蚊嗰個8%幾多？我都冇理㗎啦，見到立咗俾咗錢就走㗎，我哋諗其他嘢。嗱，答咗個觀眾問題先，阿楊 Keep Plan 樣，佢問咗兩次㗎 ，Rewind Ironman 43入唔入得過？而家其實即係啱啱隻 Mark 44咧，咪再彈手。你之前冇買到43，咁呢個梗係要入啦。本身43都係一隻幾好嘅產品嚟，好玩嘅，冇變到噶嘛，冇少到嘢，冇。你有幾何試過復刻？即係未試過。咁第一次，第一次，即係第一次復刻。買 ，OK。原價完全冇問題。同埋街都冇乜貨。街冇啊，唔係老乜。咦，我咁樣諗翻，連翻佢新鋪，其實會唔會就係佢再版就有機會喺呢啲地方度賣現貨咧？不過再版有機會牽涉版權嗰個時間。其實係嘅。不過我諗佢哋可能都傾咗特別嘅安排都唔定，因為佢可能長賣，譬如迪士尼咁樣長期都賣，即係我迪士尼樂園入邊嗰個鋪係長賣噶嘛，咁所以我諗係銷售版權嗰個限期可能有得傾嘅。依人幫你計咗86蚊啊，8% 係2000蚊慳86蚊啊，大佬。哇！86蚊食咗兩餐啊，幾餐飯啊，我大佬。哦。係啦，咁我自己就。通常是買車仔咯，估我唔到嘅，以為個個我買 fit， 我走去買車仔喎，大佬。我就買車仔，我就過去揾 SHF， 通常都揾到。係咯，我上次去就買咗箱子咯，箱子圍到中古開圍到好似800左右。係開心價啦，咁所以變咗都覺得即係都有佢唔好嘥時間喺啲新嘅嘢度。去日本就買一啲即係喺香港揾唔到，嗰個叫舊嘢啦，揾唔到嘅嘢。會唔會再去過啊？哪有錢你？如果有錢，哪有價你？如果都有咧，出年啦。問老婆啊，大佬，因為呢啲小男人嚟嘅。因為其實好多朋友都想睇下你嘅意見，值唔值得再去？因為其實即係我覺得我講旅遊專家，我哋唔係啦，係咪？講玩具，我哋都又唔可以叫你專家啦。咁但係好多朋友都會關注，喂，依家德哥或者阿嘉或者阿的，喂，你哋會唔會推介呢啲唔係咁多去日本嘅朋友去睇下啲玩具？嗱，好坦白講，如果真係話想尋寶嘅話咧。已經不是去秋葉原，已經不是去電電城，最理想是去一些山卡拉的地方。山卡拉到，哇！其實山卡拉我都不識講，因為之前其實我去過一個我完全名不經傳的細站，都是朋友介紹的，舊合金、舊膠、舊模型，好平，好正。我自己不玩膠，我都。即係見到個價錢都買一隻 Blue Mark 嘅太保龍，哇個價錢筍到你唔信，仲要全身，都真係你過翻去呢一個懷古睇下幾多錢咧嗰只嘢而家，哇真係好難得，所以點都好可以的話就即係北海道啊嗰啲可能小樽啊，你識訂嘅好多好地方，係。因為日本的朋友 collector 有一個很好的習慣，他們的東西 keep 得很好，所以他們二手玩具其實是一個寶藏來的，即如果 你做二手玩具買賣那些呢，即譬如內地或者香港那些，其實99%都是日本入貨，這裡就很多東西可以找到回來。他們有一件事很好，他們賣二手玩具很誠實，寫了到底有什麼，哪裡花哪裡有少少鬆，全部寫了出來，即基本上那件事出到來你不用 check 就已經是跟你寫的一樣，那你看就知道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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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咦乾乾件事乾乾乾有九個 mistake， 但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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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假嘢，其實佢係唔識講嘅，佢其實想表達係有 damage， 但係佢唔識 damage 呢個英文，就用 fake 嚟講假嘢，跟住佢又溝通咗一大輪，就即係知道原來係有 damage 嘅，咁我就即刻褪後咗，我仲係咁講唔該，即係幾老實嘅。係啊，係嘅，呢個係嘅，呢個不嬲嗰個嘅習性都係咁。但係佢最衰就冇喺個盒度寫住啊嘛，就寫住3000 yen， 我繼續拎佢俾錢啦。VT 一3000 yen 喎。所以你即係其實都會有機會再去啦，去一定食下啦，一定一定。咁係㗎，真係如果其實想去嘅朋友或者少去咗未去過咧，其實值得去，因為其實嗰啲飲食嗰個紙水咧，其實都相對比香港人平啊，的係咪啊？最近你去過啊嘛，係平啲，仲要平啲啊！而家去翻7左右啦，六九係啦，差唔多。
咁但係食到係可能你覺得仲好咁嘅質量。因為其實日本啲嘢冇貴過啊嘛，香港啲嘢貴咗好多啊。日本加少少價，成公司人同你鞠躬啊，大佬。幾時今次啊？我覺得西啊，咁樣都四五十蚊咯。喺日本等於以前日本食個拉麵咁上下呢啲價。同埋多一句，即係有差遠少少，去日本食拉麵同香港食拉麵兩個世界嚟嘅，根本就好食幾多啊！日本即係冇辦法㗎，好食好多。你牛就喺香港可以食到和牛級 OK。你7-Eleven賣嘅全部都好食嘅。係，我成日都係買。呢個唔係海港城嗰間7-Eleven就係呢種日本。唔係，我聽人哋講話佢就係 Hot Toys 斜對面嗰間7-Eleven專業專賣日本即係回流嘅嘢嘅，但係我冇正式行去睇過，不過我聽人哋講啫。所以大家去開嘅話，就行過去對面一七仔望。我見而家 7-Eleven 之前引入咗日本嘅零食，而家連杯麵都有啦。7-Eleven 嘅杯麵，我見到有。係個面都搭翻啦。超級金門係你日本抵啲定香港抵啲？喺香港買玩具啦，啲貴到阿媽都明啦。同埋多句，擺明係劏遊客噶啦，啲大區即係大阪啊，你七合園啊，係劏遊客嘅，所以變咗你根本你想去話揾平嘢 ，I'm so sorry， 你。要找的一定是一些很貴的東西或者很限定的東西，沒辦法。阿輝Man說千萬不要喝日本，看日本喝台式的飲品，不要喝。當然啦，這個真的貼士，應該喝日式的東西嘛。對，去到當然吃拉麵啦，吃和牛啦，還喝台式的東西，真的。所以整個旅程來說，其實你自己最覺得除了玩具之外，你最滿意是最開心點？除了你同你太太咁，有次浸咗啲嘢嘛，係嘛？浸嘢。哦，其實男女共浴嗰啲啊，不嬲男女共浴嘅咯。咁你 book 間房酒店房，你梗係有温泉噶嘛。係係啊，男女共浴係你同你太太啫。啱啊，咁我九唔搭八嗰啲。問我嘅，我嘅收唔到因為啲嘢。收得睇嘴型睇到。咁 OK 嘅，都係嗰句，即係去 relax， 唔好。不過又即係喺呢啲節目都要講㗎啦，即係去日本唔係淨係買玩具嘅，咁本身日本都好多即係好吸引嘅景點，咁即係洗滌下心靈，你去到即係浸下温泉，睇下個藍天，係啦，黃昏入邊紅色，冇錯。你唔同你喺香港你行出嚟，你想望個天，條頸垂直180度你先望到個天，你喺日本你啲樓唔過四層嘅，爭好遠啊，所以真係。舒服好多，冇咗壓迫感，好好去享受日本，真係風景啊、食物啊、人嘅習性啊、禮貌啊，樣樣都係幾唔錯嘅。去玩係唔錯咯，你喺日本住就梗係唔好啦，啲壓力又好大，經濟又唔係咁好。所以大家朋友如果真係去大阪、東京都好啦，即係我諗係探奇、獵奇嘅心態就好過話我去掃貨啊，即係一掃貨就會失望嘅。我當年都係咁去掃貨，掃唔到，真係掃唔到。唔係，其實都一個。你話隨緣咯，都唔好特別話，即係為咗某一個目的買嘢去日本就嘥咗㗎啦。但係好地享受一下，但係佢呢個 display 係陽光海灘，琳瑯滿目嘅，即係佢哋可能地方冇香港咁逼咧，就 display 得好啲，好多，即係又整齊啦，有條理啦，又有多特別嘅見到啦，係嘛？有師兄話只46cc已經去到3800啦喎。你好似講東華三院茶樓，你去到3800啦。咁啊，我見有街鋪3400有搞掂添。係，但係其實唔使急嘅，仲有三日。咪係，之後仲有街下大把啦。放長雙眼睇你點諗，真係堅係嗰句。好啊，咁啊，噏住呢度先啦。如果純粹講郊遊又，如果冇就我哋開始爆換嘅。開始爆換嘅，好多人問緊啊，幾時爆46，幾時爆邊個邊個咁樣。